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志工早会，我是赖宇文。今天是3月16号星期二，天下人关心天下事。上人在今天志工早会的时候提到了普天之下苦难偏多，四大不调，气候极端。节目一开始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在美国的灾难，新泽西州发生了森林大火，至今到现在都还没有扑灭，30多栋的房屋被烧毁，100多人紧急被撤离，甚至还有一名的消防人员也受了伤。在高温强风的助长之下，快速的扩大范围，预计有68公顷付之一炬。火场到目前有一半已经被控制，也就相对了有一半上还没有被控制。不过消防人员也表示，因为救灾的速度因为强风所以变慢了。提到了大火，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美浓的山区，我们看到高雄的大火因为山区的水线布设不易哦，加上气候干燥，这样的火势的助长延烧了2天，所以看到消防局还有国军一起协力的，不只是这样子徒手的来砍出这样的一个防火线，拉水线上山，直升机还从美浓吊挂这样的湖水来取水救援。而在看到了在国际的消息，在美西地区大雪成灾哦，在科罗拉多州这样的3万多户无电可用，机场起降也受到了影响，包括济州公路也都被覆盖。被这样的一个冰雪覆盖，我们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车辆都被雪给覆盖了，其实是很难动弹的哦，而且包含了这样看到画面当中的铲雪车来回不断的穿梭。美国的气象局也预测美西地区可能会有雪崩的情形发生，因此发布了暴风雪的警戒。其实啊，这样的一个美国1000多人笼罩在冬季的天气的一个警报当中哦，不仅是东南部迎下了这样的豪雨，中部的地区也迎来了暴风雪。这样的刚才提到了科罗拉多州 迎来了史上的一个第二大的3月雪，当地的主要的国际机场也就是丹佛国际机场也取消了多数的航班，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样航班的确定能够复飞的一个状况。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则报道。龙卷风袭击德州沙洛沃特，所幸无人伤亡。美国冬季天气警报影响1100多万人，其中落基山脉及西部平原地区400万人受暴风雪威胁。科罗拉多州已关闭至少50间检测及接种站。This is already the second largest March snowstorm in Denver's big time totals, 19.1 inches so far at the Denv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They just tweeted out they've canceled the majority of the flights tonight and for the day tomorrow.南北向通往怀俄明及新墨西哥的洲际公路也已暂停行驶。So I've been trying to dig out my car, been probably digging out for the past 20-30 minutes at this point. 考量道路安全，许多居民做好居家准备，一些游客也选择多待一天。Almost every other customer is telling us, "I'm here to stockpile for that snowstorm that's coming." 科州超过35000户停电，糟糕的是，可能因为天黑和风大影响修复。For us, it's kind of difficult because we're on well and septic, so we need power in order to have water here. 坏天气也为东南部带来豪雨。堪萨斯、密苏里州发布淹水警示，阿拉巴马及乔治亚部分地区可能上看100毫米。看到这样的一个暴风雪，其实让人非常的担心。但不只是在天灾，我们也看到了人祸。其实啊，要来看到的是在缅甸的状况哦，街头烟雾弥漫，枪声大作，这样的景象啊，我们在缅甸这样的一个各大城市都可以看得到。从画面当中看到，这样子大家是相当的紧张哦，造成了39人的丧生，而是缅甸军政府掌权以来最为血腥的时刻。从2月1号军政府这样的一个掌权以来，造成了120人丧生，2000多人被捕哦，而联合国驻缅甸的特使来发表了声明，针对这样的军方的血腥镇压提出严重的谴责。其实啊，最新的消息也看到了军政府这样的拘禁的缅甸前实职的
领导人，他叫做翁山书记，遭受多项的罪名，但因为最近的一个消息是因为网络的问题，而法院决定来延期庭讯的时间，已经改到了3月24号。翁山书记的律师团也提出了本案的律师人选出现了争议，而这样的一个争议，也就是因为军方来这样的一个警方来指定两位的年轻的律师代表翁山书记，意味着律师团是没有办法派原本的一个人选来庭讯的，所以出席庭讯来为他办辩护哦。看到这样的整体的状况，我们也可以从画面当中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人与人之间的整体的状况，其实让我们非常的担心。上人在今天志工早会也提到了普天之下苦难偏多，上人提到了人心啊是非常重要的，天下的苦难是源自于人心的迷失了方向，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上人更提到了缅甸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状况，看到了军警之间两边的冲突相当的无奈，一旦这样的干戈动起来就无法收拾。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敬的聆听上人开示。普天之下苦难偏多，但是人啊总是迷失了，迷失了人与人之间，也可以造福天下。能造福天下呢，方向正确，造成了天下苦难，就是人心迷失方向。所以这个方向只是呢毫厘之偏，一点点那错啊，看到了人祸灾难，这个人祸很可怕，很扰乱人生，而且呢让整个社会啊，没有一天宁静的社会。现在啦，在缅甸，那就是整个社会在乱哦。到底为什么要这样的乱呢？人民不安心啊，那年轻人呐、啊，在街头呢，在街头示威，政府军呐、啊，警与军、军警之间两边也冲突，看到了。妈妈呢，在街道上跪求了，跪求能两方平息。老百姓啊，向着军方跪求，那一片的悲心，父母的悲心啊。天下的年轻人无不都是自己的孩子，那有对立的那一边的孩子看到了这样悲心的慈母，他也受感动，同时他也跪下来看他这样的两边呐、啊，而且少数极少数的勇敢，在和平线上祈求，这实在是很令人心，真的不知道要如何来描述，但是呢，只能说无奈呀，
一栋干戈起来，实在是无力阻挡啊！再不走势呢，终生功业。这种的业力啦、啊，无明啦、啊，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是人类，人类呢那样的意念呐、啊，贪嗔痴汇合起来。人类的贪嗔痴让现在整体的天灾人祸造成了许多的困境，而也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在叙利亚北部的难民营下了大雨哦，上千座的一个帐篷被大水来淹没或者是冲走。我们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这样整体的景象，让大家相当的担心。而当中有一名的小孩也因为墙壁倒塌而死亡哦。其实啊，我们叙利亚的内战已经十年了。300万人流离失所，今年的冬天碰上了疫情，还有寒冬，日子更加的难过。提到了疫情哦，首先就要来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国际疫情的整体发展。先看到的是在中欧国家的一个斯洛维尼亚这个地方哦，全国他们有200多万人，而现在已经确诊的案例已经来到了20万人，也就是相当一成的人口都确诊了 COVID-19， 死亡的患者也来到了4000人。昨天官方也来表示隆重的一个追悼的仪式，总统也亲自出席。而看到了是在法国，而法国有4100多人 COVID-19 的重症病患，有1/4都坐落在首都巴黎。为了减轻当地的医疗负担，总共有6位空运到其他的地方来做治疗哦。而整体的一个状况，我们也看到了菲律宾的病毒又出现了新型的变种，而菲律宾卫生部门也确实了这样的新型变种病毒 P3 已经累积了98例，这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整体的状况。看到了疫情现况，我们也知道了蔬食是我们的灵方妙药，我们看到了许多顶尖的一个运动者都是素食者，包含拿到9面的奥运金牌的陆毅士哦，其实相当的不容易哦。素食啊，其实是相当的健康，也会让您相当的愉快。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的是这一位哦，他叫做是在马来西亚的素食跑者，他叫做陈志仲。他的改变哦，从2018年开始坚持跑步到现在，其实身体从内到外都有着明显的改变，体重也下降了20多公斤之外，也告别了慢性疾病。看到这样整体的状况，让我们非常的觉得非常的棒哦，因为素食一定会让人的身体变得更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一位素跑者的故事。位于吉隆坡甲洞的地沙城市公园，环境优美，是运动的好去处。这里好了，让我帮我转回来的。陈志仲与3、5好友在周末这天相约晨跑。能力比较好的话，就一个星期150公里。2018年开始坚持跑步至今，身体由内到外有着显著改变，体重下降20公斤之外，也告别了慢性疾病。自己有全职又有兼职，两边跑，然后每次很夜睡，然后记得有一次做工的睡觉的时候，感觉好像很困啊，好像就要呼吸不了这样子啊。因为自己身体上的健康问题、肥胖问题，找很多种不同的运动，然后觉得跑步这一块是最适合了。跑步看似简单，但其中学问多，需掌握正确技巧，以达事半功倍。呼吸的时候就是腹式呼吸法，我们就不要用胸腔呼吸法。就好像你在跑的时候是我的手这样摇，心跳没有这样高啊。可是你刻意的好像刻地这样子做，心跳会变高。肯定会的啊，或者是你跑步的时候是应该要轻盈的跑。上述所说都是为了维持在低心率的跑法，适合初跑者以及为了健康而跑的族群。为什么会设立低心率？第一，除了为了减肥啊，第二就是为了减少跑步的伤痛啊，因为我不需要跑快，因为你跑快的话，当你的基本的那些肌耐力不够，
你很容易受伤啊，所以低心率的波米勒就是拿180减你的岁数，就是说拿180减掉你30岁就150而已，就是说你在做跑步的时候是吧，那个心率不要超过150。健康体态不仅带来自信，陈志仲也常在脸书分享跑步经验，影响身边亲友加入长跑族。跑步其实可以让自己减压，就是因为你流汗出来，你人就觉得很轻松。我很有心情是说，我还继续不断的当做一个马拉松，就是继续跑，当自己身体健康起来。现在已经变成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习惯了，就是感觉哎，今天好像如果没有跑到步，好像感觉好像少吃了一餐这样子的感觉嘛。而且好像孩子看到我的跑步嘛。我两公婆都在跑步，他们就不敢讲拿这些做借口讲我不要运动了。除了一起运动，也是素食者的志仲常会鼓励同伴多摄取蔬果。我个人认为自从吃了素食之后啊，在跑步有些人说怕你会没有力啊，反正我觉得不会哦，反而越跑越有精神，好像藜麦是一个很高的蛋白质的一个麦啊，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跑者很快的修复我们的肌肉吧。饱餐后，大家透过应用程序检视自己的跑步表现，下次进行调整求进步。跑完步呢，我们就会将我们的跑步数据上传去电话来做一个分析，查看自己有什么异状况啊。通常我们第一次看心跳，然后之后就看自己的跑步的姿势对不对啊，有没有跑歪了一点啊。坚持晨跑加上健康饮食习惯，素食者也能拥有健康体魄，续航力不比别人差。素食者只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定期的运动，包含了这样的健康的饮食，相较之下，其实一定会让身体变得更健康。我们也看到了马来西亚的沙拉越的慈济志工相当的不容易，发起了这样素食的挑战赛哦。他们邀约了沙巴亚庇的志工一同来参与，从素食的这样的食材的准备到成品啊，拍摄影片上传到了这样的一个粉丝专页，呈现素食的魅力，广邀大家一起来想。响应素食的美好，透过生动的影片来分享素食的食谱，志工希望让更多人愿意改变生活上的饮食来响应如素。也看到了志工陈秋燕，因为热爱这样的一个烹饪，常在各大的社区这样的一个素食的义卖活动看到他的身影哦。尽管他只有一个人吃素，但是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创意素食料理，虏获家人的味蕾。如今两个孩子还有他的帮佣都响应这样的一个速战速决的活动，一天三餐都以素食为主。也看到了今天上人在志工早会就提到了，其实啊，天天就看到大自然的不调和，其实灵方妙药就是斋戒如素，只要人人能够守好自己的口欲，守住自己心灵的轨道，正确的方向，走对的道路，种子就可以生根的发芽，就能菩提林立。好人越多，就代表人的福气就会越多。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敬的聆听这一段上人开示。看看人会造成人间的苦，人会破坏一切动物的形态，都是人，是人啊，人是恶或是善呢？一句话说，善恶无忌。但一念心呢、无明起啦，他所造就的恶业啦，会多少多少人间悲痛、凄凉的人生，都是少数人的一念偏颇的观念一起。但是人啊，人性本善，佛陀说啊，人人皆有佛性，继续佛性啊，那就是无眼大慈，期待的人人平安和睦相处，那唯有一个人人呢，要走在正法的轨道上，这就是无眼大慈，
智慧，那就是地慧啦，地慧开阔啦，天地宇宙的真谛，这就是地慧。还要呢，要大悲，要有同体大悲那样的心包太虚，天地合为一体，以心的本性合为一体，生态呢，人人保护都有责任，能呵护了万物啦，让万物呢都能平安，这也是人心。只要人人一分分的爱呢，互动起来，不也就是可以帮助人呢、啊？这就是佛的净土，菩萨的世界，相安无事啦。这叫做福慧双修的世界啊！天天看到人间呐、啊，大自然的环境不调和。又看到了人心的起心动念的不调和，这都是很令人感慨。又是奈何呢？灵光妙药啦，在一个爱，在一句再见，人人守规矩。人人呢所可欲，那哪人会当修规矩、修口欲啦？要好好的守好心灵的轨道方向，就是这么简单呐、啊。那正确方向的行，行到的路啦，而且呢。爱的慈悲啦，感恩上人开示哦，确实就像诚如上人刚刚提到了，不大自然的整体的不调和，让我们想起了现在目前台湾的水情其实是相当告急的，现在面临的是56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哦，多个县市啊实施了减压这样的供水，水龙头打开，大家可以感受到水量比明显的减少哦，而许多水库也都只剩下10%左右，基本上都快要见底了，蓄水的地方也都长出了一片大草原哦，而这样的一个水情吃紧啊，也看到了许多的人，其实看到慈济志工这样的一个行动哦，从洗水这样的一个洗菜到洗盘子，甚至是沐浴等等的，都是相当的来省水。眼前最重要的就是多方的开源节流，大家一起来省水哦。普天之下苦难偏多。人生无常，生命可贵，需要电视机前的您把握时间，拓宽空间，在人与人之间能够发挥这样的良能。感恩您的收看，志工早会祝您有个平安幸福的一天。